孩子，危险！你为什么？那孩子也许会，我也想像你一样。大地的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即使知道了，你不是也……我虽然有帮助那孩子，身为森林之主的你，是你故事里提到经历几生。很困吗？醒醒啊！也许，可是当他问起我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在这，因为有可能很困吗？啊，不行！如果你找，那该有多那样。没事吧？我想你可能……那个，你的帮助，森……他是……但是真的是森林之主像，也许从你出生很久以，好像不是在说，多亏如此，我当然可以帮。林恩。
么巧。嗯，这花漂亮吧？这里的植物。真的吗？嗯，因为你知道吗，林恩，森林嗯，那到底是，我也不太清楚。看来只问是我只会觉得很可惜，到时候我们还是能当对呀。有好好跟上吗？小心点，刚才那个这样下去的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啊！我来治疗你。Thank you.
好吗？能想起守护神的名字，能靠近我一点。我来试试吧，让我来帮你。谢谢你啊。对，既然你下了这，孩子能闭上眼睛一这是将森林的气息聚，有人称之为森林的呼吸。在旅行时不用客气，想起守护神们之名，但是不用担心，他们也会靠自己想起名字关卡。是啊，守护神们不能，如果成功，我当然了觉醒，但是不用，因为我一定会记住。还
到地平线那边。漂亮吧？小心点，前面就是悬崖。看到，这是在森林，离天空。树很高，虽然很好，但是看起来很危险，该怎么上去呢？我背你上去怎么？太傻了，掉下去会受伤的。吓我一跳。哇，好可爱。那种话你不觉得很失礼吗？看样子你们是打算爬树吧。区区一个小孩子跟熊，不管你们想去哪我都可以。怎么样呢？需要帮忙？我应该。什么啊，那是什么不相信的眼神？哎，让你看看我展翅高飞的样子。又是那残影，到底是谁？令人有点不安，我不能连佩妮都失去。真鲁莽行事，真让人困扰。佩妮，怎么样？我说的对吧？区区一个小孩跟熊，相当轻松啊！不要害怕，相信我，我能比任何生物飞得更快、更高。这悬崖算不了什么。我相信你，佩妮。我。
帮帮我，孩子。你只想过着依附他人的人生啊？考虑找其他人帮忙怎么样？这是只有森林之子才能……你看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没用就是没用的。森林之主啊，苏醒吧，我把你想找到的孩子带来了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能唤醒的。嗯，没有想起来的事情吗？从刚刚开始就一直说名字名字，你们的名字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只是名字的话，直接说出来不就行了吗？真烦人。我没办法那样，这就是这片森林的规矩。我自己说出名字的话，别说我的力量，说不定连你的力量都找不回来了。然后也不能再期待下辈子了，所以拜托，求求你。到此为止吧，是时候承认了，我们要找的森林之子是不存在的，潘。好像变得更小了，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？林恩，别慌张，会没事的。必须见到最后的守护神。最后的守护神？有在森林里碰过面，走吧，跟我来。
不是你的名字吗？啊，不是啦，不是潘，好像想起什么又想不起来。法依安，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是法依安了。法依安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治愈。怎么样，仔细想想吧，你照顾了森林中所有的生命，是不是很适合你？哦，对耶。法依安，最终还是。到底打算要胡来道到什么时候？难道这也是被赐予名字的代价吗？真是受够了。法依安，别这样，干嘛说话这么难听？没事的，潘。必然会记住，这就是诅咒。我是在叫你思考，你站在这孩子那边，是不是真的按照自己的意志，潘？你都记得啊？连我们都不记得的全部都记着啊？法依安，我的名字是林恩，对不起，我的记忆还不完全，还有很多欠缺的部分。我知道前世的我并非一直都是好人，但是法依安，那并不是我。忘记吧，把我只当成是林恩看待。我对你无话可说，回去吧。森林之主现在很危险，只要到唤醒森林之主为止，拜托你就帮到那时候吧，拜托了。方法是，我将作为森林之子彻底觉醒，所以我需要你，法依安，你比谁都清楚吧。唉，带路。真的太谢谢你了，法依安，我不会让你做出的选择白费的。Thank you.
什么还是一直变小呢？干脆有人直接告诉我正确答案还比较好呢。什么治愈啊？对我来说太过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很适合的名字吗？这不才是符合你力量的名字吗？治愈并不只是治疗外伤的意思啊，法医安。对呀，法医安。真是个好名字啊，根本不适合流浪狼。要不是你们的话，我也不过是铁匠的女儿。说什么呢？多亏了你，森林里才有了光明，我们也是这样从睡梦中醒来的。谢谢你，潘。还有，以后也请继续守护森林吧，生命的守护者法医安。以后不管几世，我们都能再见面。让我以后不管几次，都能记起你们的名字。让我自己选择我的路。好。听说森林之主的鹿茸很珍贵，好像也有能代替长生草的传闻。根据传闻，好像拥有相当于黑暗森林之主古代神的力量。哎呀，只要有这个，要成为世界第一富商只是时间问题，以后再也不要见了。消失吧。别走。早该记着，遇到会说人话的野兽就会自取灭亡。切。林恩，林恩。
现在是最佳时机。当森林笼罩阴影时，永眠将会降临。没能遵守约定，没能唤出你的名字，没能想起你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，森林的力量才会无法循环。如果早点知道的话，如果前世的我能再对你温暖一点，那样的话，岁月不饶人，曾治好很多人病的我，最后也没办法。哎呀，你看起来快喘不过气来，你还是少说点话吧。你们也辛苦了，你们居然是穷乡僻壤大夫的守护神，不管谁听了都会嘲笑我吧。在这片森林，没有人可以嘲笑你，即使是你自己。盖亚，我想问一件事。好啊，尽管问。盖亚，孩子，能再叫一次我的名字吗？盖亚，我在。盖亚，盖亚，对不起，我太迟了。盖亚，说什么对不起？我很感。对啊，盖亚。盼。什么事啊？即使想起了名字，烙印居然没有消失，是因为徐普诺斯的诅咒吗？不行，别睡着，盖亚，眼睛不可以闭上。太过分了，你没有任何的罪。因为想念前世的你，我不想承认其他人是我的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你还是我的，我们的森林之子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呢？我认为，如果需要有个人出面承担，那就应该由我来做才对。等等，你不是在想着危险的事情吧？法医安，法医安，停下！别露出那种表情，应该要归还从那小家伙获得的力量。躯体总有一天会消失，
只是时间提前了一点。你当时说了治愈吧，你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思，我现在才明白呢。求求你，法医，拜托！林恩，危险！法医，你也停下来！牺牲，这就是我治愈森林、守护森林的方式。记住了，林恩，你所要守护的东西，还有等着睡着的家伙醒来，就转告他，对不起。我想守护，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医治，所以拜托。这力量，将这曾经拥有过的力量彻底觉醒。下辈子，下下辈子，你都会找到我吧。人老了，什么都会担心呢。当然，孩子，如果我做不到，守护神们也会去找你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就算我老了，对你来说也只是个孩子吧。当然了，你永远是我的，是这片森林的孩子。能成为森林之子，真是太好了，盖亚。只因为区区记忆就被束缚的愚昧，真是始终如一呢。既然我已双脚踏上黑暗森林，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。盖亚，到了断绝恶缘的时候了。
子，你聪慧的双眼仿佛能给漆黑的森林带来光明，还有坚强的信念，就像现在一样。多亏你成为这片森林的钥匙，森林里的生命才得以喘息。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柔弱身体是人类的极限，但长时间的等待并不令人遗憾，因为我相信绝对不是你的意志让你离开了我和守护神，所以并没有怪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力量就会堵塞并腐化，这片森林可能早已枯萎。我们最终不是注定会再次相见吗？这样就够了。就算把剩余的力量都聚集起来，恐怕也没有办法阻止已经停下的轮回了。这是命中注定，真对不起啊。哎，别为那种事道歉，永生的日子也受够了。我还有一瞬间在想打退堂鼓的方法呢。你也知道吧，我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厌倦。苍空的守护者佩妮，即使剩下有限的时间，还是希望你能自由飞行，尽情翱翔。现在不是听你道歉的时候。法伊安，生命的守护者啊，还记得吗？遥远的过去，你反问自己，曾经伤害了无数生命的你，怎么会是生命的守护者吧？虽然我没办法给那个悖论下正确答案，但你不是故意的，那是你和我们一起为了森林。还有，我的大地守护者，我的朋友潘。肉体消失，灵魂会陪伴在你的身边。孩子，别哭了。哎呀，希望在遥远的将来再次相见，灵恩。开呀！
Thank you.